好，我是佑轩。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来逛英国的传统市场，因为我在台湾就超级喜欢逛传统市场。然后这个市场听说是英国最大的室内市场，然后离我家蛮近，所以我每一个礼拜都会来补货。就想说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逛逛英国的传统市场长什么样子，就在我后面，走吧。我超级喜欢这个花店，我每次进市场之后先看到的就是这个花店，它卖的超级超级多花的，是不是很漂亮？刚刚有一个超级可爱的老爷爷看到我在录影，然后就说你好。然后他这个就是上面全部都是有遮蔽，然后这边除了有水果，然后就是一般市场会卖的那些生鲜之外，他还会卖零食，然后这边的零食都会比超市还要便宜。他还有一些卖烤面包，然后这边有一间超级好吃的意式冰淇淋，我带我朋友来吃啊，他们都觉得非常好吃，然后市场价钱都会比外面的专卖店还要便宜一点。然后这边的分区就是一条一条的小巷子，也不是小巷子，就它有分隔，然后里面就会有可能这一条都是卖蔬菜，然后等一下有一条全部都是卖海鲜的地方。My YouTube channel. So, what I'm gonna do, I'm gonna give you a basket. You take what you need, and then after that. Okay, sure. We have a book. Thank you. 谢谢。谢谢。我就加蒜头，然后加一点辣椒，然后就下去炒。And I want to pay by card. Okay. Yeah. Yeah, this one. 这个就是我说的整条都是卖海鲜的地方。Thank you. 我刚刚在录影，然后这边的那个老板他就送了我一颗樱桃，他就说 You try it， 没洗，但是还是可以吃。市
场的菜的种类跟水果的种类真的会比就是超市还要多很多，所以就是如果有时间的话，而且还会便宜一些，所以就是来市场真的是买菜的话最划算， CP 值最高的选择。我们现在在户外的市场，它一半是卖衣服啊、鞋子那些的，然后另外一半这一整条都是卖蔬果。我超级喜欢这一条，因为它蔬果都会放的，就是五颜六色。哎呦，然后天气很好的时候就会很多人在后面。英国的地瓜很甜呢。Excuse me,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d? The chip. So which one is more spicy? That one. That one is more spicy. Okay. That one is spicy. Yeah, or good. Oh, good.就是卖衣服的，然后还有一些像五金行会卖的东西。我们现在回到室内，我们要去买肉，要买鸡肉，然后还要去买我的金针菇。我第一次在市场里面看到金针菇，因为在英国有些菜是只能在中超，就是华人的超市买到，然后华人超市都会卖特别贵，然后我又舍不得买金针菇，但我刚刚看到有一间平常我买蔬菜的有卖，所以我们等一下要走回去买，先去买肉。这里也有卖辣椒的，真的？这间好像是会卖一些什么香新香料的那种，搞不好也会有九层塔。经过的这边就是它在假日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 CD 或是那个黑胶唱片的市集，然后后面这个。我等一下拍给你们看，就是这边是吃饭的一个区，有点像是美食街，它就是各国不同的食物，然后就是你点完之后，你就可以坐在这边的座位吃。我朋友说后面这一间的越南的那种面包很好吃，下次再来吃。我朋友买了一个甜甜圈，虽然看起来不怎么样。金针菇。它这个小萝卜也好可爱，各种颜色，然后它也有这种，对，整个装好的菇，它里面有一点点金针菇。我回到家啦，这里嘿还有另外一袋，这是我的战利品。我这次只有买了水果跟蔬菜，因为我的冰箱还有肉。然后我觉得就是里兹的这个市场算是真的是很漂亮，然后超级无敌干净，因为有很多很多大垃圾桶，然后厕所也很干净，就是不太会有平常大家想象那种湿湿脏脏的印象。有一个最特别的是这里的市场几乎所有的摊位都可以就是用刷卡的付钱，除非那种真的是什么零点几磅，有一些商家才会不收。我觉得这个超级无敌方便。我一开始来英国的时候
就是因为英国的钱币零钱有超级多，还有什么0.01的那种，就是很小很小的数值。然后因为你有时候买一些菜比较便宜的话，就会出现很小数点，然后我就分不清楚那个钱币，就会很难就是找钱。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讲说，其实可以直接刷卡，就是非常的方便。所以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通常6日都会去市场买菜，然后顺便走走，因为心情很好。这就是今天的分享，下次再带你们去看看英国其他有特色的地方，下次见。